次的山海郡国家绿道大郡之路的建走活动是我们这一次西拉雅国家风景区首次举办。那最主要是这一条山海郡国家绿道是我们国内第一条的核定的国家绿道。那主要它全长177公里，从海边的台江内海的林 K 开始，一直到嘉义的玉山3952公尺哈，沿线的非常的丰富的景点啊。那也分成四大部分哦，就是台江内海跟大郡之路，原乡之路跟深山之路哈，等四个区块。那我西拉雅国家风景区最主要是在最精华的这一个大郡之路哈，那这一个区段大概将近50公里。那这个沿线哦，就最主要是有像乌山头水库曾文水库跟尖山皮水库等等哈，就是非常多的，还有大家所熟知的乌山头的八田鱼新建的这个嘉南大郡哈，这个绿道。那所以这整个那个水资源的非常丰富哈，还有自然景观，还有当地的人文历史美食等等。那我们希望这一次特别以大郡之路的10公里建走，从这个乌山头水库到加拔天后宫这样子的建走活动哈，能够让民众了解这一个大郡之路在其中最精华这一段的包括它的这个水郡的一些文化历史背景跟这个美丽的这个嘉南大郡的风光，然后沿线的这个非常美丽的这个像农田啦菱角田等等哈，都是刚好这时候采收季节也都农忙时刻哈，会可以感觉到这个农村生活的这个美好哈。那我们在沿线也为了让刺激大家的这个健走的这个乐趣哦，所以我们沿线布置了20个 QR code 的一个扫描的点哈，然后让大家可以闯关。那闯关活动结束后，这可以利用这可以到我们的乌山头水库的活动现场哈，这个我们有接驳车接回来之后，可以在这边免费享用当地特色的面食哈。那大概有10种，我们提供了10种不同农特产加工的面食。